起来逛累了，来吃碗炒面。这家炒面很出名的，在这个三二楼的楼梯这里，人家开了很久了。炒面有多大了？就这么大，这是我的手机，5块钱，炒好的，一份炒面吃完了。好像还不够吃，好像。老板，炒粉，炒粉的装一碗。这里吃。他这个盘子太浅了，呼噜两下不够我刚才走路的。是一模一样的炒法。我们小区的业主群里，你的业主是吧？没事干，几百号人的业主群，动不动就艾特全体人，害得我一下下看一下手机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人找我，你烦不烦？你说。哇，吃2碗进去是有点太饱了。炒粉葱放的太少了，这种炒粉它只有青菜跟那个红萝卜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葱菜也不会放的，葱那么贵是不是？青菜它还是包叶菜，这种人形的包菜，球形包。在批发市场楼下吃炒粉。桌子摆在路边，往常这里人来人往，现在中午的时间没什么人。
回家了。还有的，有些包菜放在那里面焖太久，焖烂掉了；有的是炒焦了，把它夹出来，影响食欲。你看，正宗的福州炒粉，早上吃的，里面放豆芽的，细粉加豆芽。我以前我舅有开过小汤店，小时候在那边吃的，这说起来大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他这些食品摆在路边，你没看到你是不想吃，你看到了你就想过去，哎呀，我去夹一碗吃一下，就是等于诱惑我的意思，知道吗？你看不到这些食物，你根本就不会敢吃。炒粉跟炒面，他一直摆在那边，我一直摆在路边，一直走了，我一直走来走去在那边逛，是不是？然后肚子一饿了，马上就想起他，而且他的一大盆摆在那边，哎，红红绿绿白白，颜色又鲜艳。老板，全付了。好了，走了。